父亲可把那东西交还于他，此物一旦物归原主，哥哥自然死心，火焰山的劫数也便解了。好个泼猢狲，怎么作死都死不干净啊！可惜。 父亲糊涂了吗？小女把天命人带来救你了。是糊涂了，可眼没糊涂。你不是我女儿。父亲此话从何说起？ 平平世境千辛万苦，寻了人灭了火，不就是为了回到父亲这里？早知把眼也戳瞎好，免得见你作怪。 畜生，混废！枉我卖弄这般手段，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不如都杀了利索。我打扮做那小妖精。 自刎一般无二，你是怎么看穿的？他不像你，面上敬我，心里一点儿不惧。啊！原来如此。 少不得要再把那小贱人抓回来，好好耍子一番。不过，眼下先把你们两个好兄弟烧成灰，葬在一起，闲情雅致，时候多的是。